王主任亦都表示，內地將全力支持香港應對第五波疫情，中央將全力支持香港特區政府採取一切措施壓制疫情。我在會上衷心感謝中央對香港的支持和關心，並且表示特區政府必定會堅持理念，以市民的生命和公共衛生安全為首位，以動態清零為目標，這個策略是最符合香港的利益和實際情況的。